是这美女迷了心智，来吃这狐狸啊！完了完了，他知道我要坑他了，怎么才能把他引过去啊？时辰差不多快到了，怎么办？看你心事不宁，有心事啊？对，奴婢想起来一个地方，视野极好，能看到好多星星呢，不如奴婢带大人去看看吧。 带路。啊，好。坐下。奴婢不敢。坐。 流星儿，每当有人死去的时候，总会看到。胡妖大人自是见多识广，但奴婢还是第一次看见呢。还想看吗？我给你多变点。不不不，不用了，还有呢，够了够了。第五颗流星落下之后，阵法将启动，届时你只需要找个借口离开即可。 这么冷还要出来看星星，总是爱做些蠢事。奴婢不冷。别动。怎么时间突然变慢了？ 我想把时间留住，但是我留不住。忘了这花瓣吧。哎呦，奴婢突然肚子有点疼，能不能让我先去个茅厕？快去。 小花，忘了那些花瓣吧。主上，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，怎么感觉心里堵堵的呢？ 走了再说。旺财，你怎么长得那么像我的小旺财？旺财，你怎么自己在这儿？你怎么受伤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嗯，可怜，这宫里欺负人就算，怎么连狗都不放过？嗯，姐姐带你走啊，不怕啊。走喽。
我差点害死他，他现在肯定想第一个把我吃了，我还是装死吧。醒了就起来吧，血泪都流出来了，别装了。痛痛痛痛痛痛！花妖大人，我没死啊。你只是被雷劈了，不会死的。 花妖大人，你怎么也没事儿？不对，你怎么有两个头？想说什么？说。对不起，花妖大人，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，我也是被人胁迫，迫不得已。谁胁迫你？ 不能说，那就不说。大人，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。旺财呢？差人送去太医院了。大人，你护真好。睡吧。 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就好。你看起来很失落。没有啊，胡妖大人，你伤势如何了？伤得挺严重的，要不让我喝点你的血补偿一下，如何？不行，奴婢得保存有用之躯来伺候大人。 好啊，那我就给你一个说服我的机会。大人，您的目光还是得放长远一点，奴婢这种凡夫俗女怎么能入您的法眼呢？更何况，奴婢已经有心上人了。说说，他是谁？他是。
他首先得是一个人，特别特别普通那种人，普通的眼睛，普通的鼻子，普通的嘴，嘴巴上还有颗痣，普通到你到人群里根本就认不出来，奴婢到现在都不记得他的样子呢。明明昨晚那么温柔，今天又变回来了。看来你的眼光确实不怎么样。更衣。遵命，狐妖大人。玉离，你伤势如何？我只是我们为封印狐妖准备了十年之久，竟被一名女子给破坏。主上，定不能放过此人。狐妖大人这边随时会吃我补身体，千岁大人那边肯定也恨死我了。我的处境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我得赶紧溜。茶满了。啊！走什么神？啊，没有，是狐妖大人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，奴婢无时无刻不被你吸引。现在想立刻去御花园采这花送给你，用不着，随便挑吧。啊，现在花也有了，就差就差诗了。你若能在七步之内做出诗来，今日可不迟。大人，奴婢或在现在就迟。最会作诗了，我一步都不慢。一步。大人，两步。我坐。花，一枝鲜花枝上开。三步。开。忽然一只蜜蜂来。四步。撅着屁股把花采。五步。最后一句。六。等等，有了，你说可爱不可爱？你这写的，倒挺写实。我对撅屁股采花十分好奇，你去御花园采几只蜜蜂回来？奴婢这就去。等等，你好像不太喜欢待在我身边。没有啊，有这么明显吗？快去快回。是。你别走。完了，千岁大人这是杀上门来了。微臣为了调查昨日行刺之事，需要将苏小环带走进行盘问，还请君上准许。是冲我来的，千岁大人的眼里满是杀气，我命休矣。二位大人看我做什么？千岁大人要是敢胁迫我，就别怪我出卖你了。说说，杀我之事，可与你有关？没有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狐妖大人，你是知道的，昨日我可是舍命救了你。即便你救了我，也可能是被我的魅力所感化，真的没有杀我之心。绝对没有，天地可见，日月为盟。大人，君上，我看着苏小环绝不老实，定是与那幕后黑手有关。有道理。青春，给我好好审问他。是。苏姑娘，请吧。完了，不，狐妖大人，奴婢不想离开你，就想侍奉在你左右。不得无礼。我亲爱的狐妖大人，奴婢离开你就会觉得知心人是毫无意义。千岁大人，你看在狐妖大人的面子上，别为难我了。我这一受惊，我就会胡说八道，你们别体谅体谅我呗。哦，你受惊会胡说些什么呀？我说些什么？我现在就在胡说八道啊。既然你不说，玉福司，给我好好审问他，审问结果如实向我汇报。至于处置，就送回来，我亲自治。是。
如果我现在偷袭他，将会有十成的胜算，随后我被乱刀砍死的几率也是十成。姐不走了，反正大不了就一死，喝了孟婆汤，过了奈何桥，姐十八年之后还是个好姑娘。谁说要杀你了？又要骗我？我说过，狐妖若敢伤害你，即使动用全部兵力血斩狐妖，也会护你周全。今天带人来，是为了保护你，又怎会伤你呢？真的假的？跟我来。宣战狐妖之后，我再来接你。大人，走吧。来，这粥和水有什么区别？是不是你们克扣了百姓的赈灾粮？大人，哪儿还有米呢？我们所有的米都在这儿了。庆川大人。还有吃的吗？我是不要紧，可是我这小孙子烧得厉害。府里还有米吗？主上，全都拿过来。是，走。你真的是前朝太子啊？十年前，狐妖藏起父王，要挟群臣，而我被忠良所救，并用他的儿子代替了我的身份。这十年来，狐妖屠戮忠良，加上天灾不断，百姓们冻死饿死，而我身为前朝太子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，无可作为。我隐藏自己，就是为了博取狐妖的信任，这样才有机会除掉狐妖，拯救苍生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我的新人竟然酿下这么大的祸端。小环，我知道你心性善良，但人的好坏并不是那么表面的。你以为狐妖不坏才软了心，殊不知大奸四重。能给我一点吃的吗？我好饿。别去打扰大人，对不起大人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小妹妹，姐姐拿这个玉佩去给你换点吃的，等着姐姐啊。你真的要拿它去换？这个玉佩虽然是和我过去唯一有关的物件了，但我如今犯下大错，让这些无辜的百姓继续受苦，我不能再只想着我自己了。你真的想知道自己的过去？你本是相国之女，你我青梅竹马，本有婚约。等你及笄，我要娶你过门。那就要看你的本事啦。玉璧为证，你一块，我一块。却因狐妖多权，一切都变了。相国为了藏匿我，不惜用你的哥哥跟我交换身份，
而我苟活至今，就是为了夺回王位，报血海深仇，为天下百姓谋一生计。那我父母呢？相国全家皆被狐妖残忍杀。难道我梦里的画面都是真的？我怎么能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呢？忘了更好，忘了就不会那么痛苦。妈妈，我好饿。没事啊，我们很快就会有吃的了。不，我要报仇。不要妄想。为了家人之仇，为了百姓之苦，我既犯下大错，就要以死来弥补。那狐妖强大，你又能做什么呢？我是唯一能够接近狐妖的人，我一定有办法可以帮到大人。世间唯一可对抗狐妖的大捉妖师黄天师已经过世，但他曾经留下三卷奇门封印，可对付狐妖。前人所用为天卷，现如今已完全失效，唯有地卷和人卷可封印狐妖。那地卷和人卷在哪儿？已被狐妖找到，封于寝宫内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。我可以去他的寝宫找。狐妖定是将此两卷封于寝宫，而只有王族血脉之人才可参悟地卷。现如今只有主上是有血脉之人。把手伸出来。这是我的精血符咒，他会帮你找到地卷。我一定会找到的。狐妖大人，千岁大人审问了奴婢好久，上到十八代祖坟坟头朝向，下到子孙后代人生规划，可谓是事无巨细，面面俱到。他夸奴婢没有任何的问题，还说奴婢身世清白，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呢。那就好。就是他杀了我全家，让我成为了孤儿，让天下的百姓饿死了。你似乎有心事。对，奴婢有心事。虽然才离开了大人几个时辰，可奴婢已经感觉到牵肠挂肚，度日如年，连心都很痛了。看来你真的很离不开我，不如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吧。不行啊，大人，若是我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，那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少了一个最敬佩你、最喜欢你的小侍女了。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先留你一命吧。多谢大人不吃之恩。今日这空气啊，总是充满了不友好的味道。这么明显的吗？这个没有，这个也不是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什么？啊不，狐妖大人，你不能这么突然出现，你会把我吓死啊！你在这藏宝阁前擦拭了半个时辰，为何呀？大人难道看不出来吗？只有这么一尘不染的环境，
才能配得上我们狐妖大人尊贵的身份。别说让我擦半个时辰，我擦一天我都不为过。该不会再找谋害我的东西吧？大人，你不要乱说，我刚被调查完，我垂帘的很。不行，死狐妖盯上我了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搞死。大人，那您慢用，奴婢先告退了。陪我一起吃。大人，这不合规矩，奴婢怎么能跟大人一起用膳呢？在我这儿没规矩，过去。来，喝一杯。哦，不不不不，奴婢不会喝酒。啊，这样吧，奴婢以茶代酒，敬大人。祝大人笑口常开。好。好酒啊，就是有点涩。你不会在酒里面下毒了吧？我怎么会在酒里下毒啊？那你紧张做什么？我没有紧张。来。那奴婢再敬大人一个，祝大人千秋万代。大人，大人你怎么了？谁敢毒大人？大人，你坚持住，我去叫御医。啊！这穿肠毒药，御医也救不了，唯有你的血才可以。啊！大人，你没事了。我有事吗？你在做什么？没什么。该不会是要暗杀我吧？没有。这个是我平时唱戏用的道具，戏用道具。我想给大人展示才艺来着。哦，是吗？
我这个上回牙龈出血了，我刚才就漱了口吗？烫死了！一叶扁舟朦胧里，你的身影，远方的雾气藏着谁的过去？时光荏苒又几年，不雅何须？山海浮沉的深入谁的梦里？塞北那片荒野旖旎，我孤身飞花雨季，犹如花飞作满天皆是你，你浮沉在我梦里。我走过几千万里追寻你的你的踪迹，我路过几千万里寻找你的记忆，我走过几千万里路过黑暗和需要峭壁，回眸也是那一瞬光景。塞北那片荒野旖旎，我孤身飞花雨季，犹如花飞作满天皆是你，你浮沉在我梦里。